哎，柯P，对，你就是啊，就惊啊，退休惊个头都发出来啊，为啥？哇，这惊咩呢？哇，哇，你看到无？哦，对哇，我冇讲这干嘛点掉啊？哈，你咪老济，我照一个，哎，真正都有影嘞，哈。哇，你这哪惊？哦，这我拉都怕我呢啊！你用什么魔法？魔法呀，这就是用的啰啊，水母终于啦，哦，拍过了就真正安尼。你看，就油都在照条啊，连我的毛你看拢照出来，你看到无？啊，真的，有无？袂歹哦，你看。啊，这水母蜡是都会疼啊。是教友寄给我，叫我帮他使用。我就用完之后，你看，就变成那样，有无？就变咩？有啊，袂歹哈，我刚刚嘛是袂歹啊。好，我带你去看一下怎么使用。好，它的使用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传教士。今天要传什么教？传这个。那天不是刚好说了，结果我的教友都寄了这一箱给我。没有？继续五箱，好，我现在开箱。继续五箱。继续五箱。美容用品啊，我先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哇，真的是教友，真的有求必应。你看，我们需要什么，他就寄什么。哦，哦，三条，你看，这看嘛，这啥，七车的包啊，一条，车的就是哦，这是美容的一些东西，打开哦，哦，这啥啥，手撑袂住，安尼，露车，哦，哇，这是车的吧？对啊，欸，还蛮方便的，对吧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啊，一万弄输，是吧？啊，他寄蛮多的，对啊，接着海米那 C 车吧。它这个是一整套，对，这应该是一整套的。哇哇，这什么？路轮，这共贵州的啦，轮框的吧？对哦，这是哦，这是上蜡的啊，上蜡，上蜡的啊，上蜡，这么专业，不会专业，不会啊。这么是啊，这么哇，这是小唐的毛巾，毛巾布，有没有？哇，小蛋可爱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么乌啦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啊，这上蜡，不知道啦。这个才上蜡啦，这个就是上蜡的啊，这个啦。因为后来他有私讯我了，你看这个叫什么？水母的棕榈蜡。水母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叫水母，你知道吗？水母就具备啊，那透光很强。对，我跟他大概了解一下，他说哦，这种车就厉害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深色、浅色，它都可以用。哦，轻切都很耐用，它的像水母会透出这样光芒，哦，还蛮耐用的，可以撑两个月，六十天。六十天可以撑那么久，对哦，不要动阿古，我讲我也刚嘛动过阿古，你黑啊食个济，啊黑啊的，哇你后摆摆食黑啊，食水母唔在食的，水母唔在在食，哦，这万达咱这边来试看，对啊，海泽皮的水母，哦你看就是铁粉的，铁粉的，啊这个是哦洗车巾嘛，对对，那种共轨，不管做上面处理上面代志，之前爱先洗好清洁，哇这洗好清洁，嗯，对啊。哦，你广州没办法，蛮贴心的，给我巨大豆音苗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直接可以喝了，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啊。那不错，他还拿一个给我们装的。哇，这是给你装的，装了。好，啊，就是就看他嘛。没办法。洗车之前啊，还是需要用铁粉啊。你看铁粉就去怎么了？就是那些铁屑啊、笔啊那些都可以把它强力去污，是吧？这样表面才会光滑。啊，铁粉去铁粉真的是困在豆里。好像就是漆面啊，漆面嘛，对，漆面。铁粉就是客人来说，柯P，我是你的铁粉啊，对对哦，铁粉，你的铁，你啊，刚铁粉很把那个捧你的造谣，没有了，啊，粉丝，铁粉是吧？你多少铁粉来着？我直接给你抓，对吧？好，没了，就这样，抓到位，抓到位哦，看那边抓到位那个神，好吧，俺来去处理对，好，走，没有了，没来 C 七啊，赶快拿中性的啊。浓缩洗车精1:175，我嘛唔知影啦。我妈妈会做菜包，你知道？每次她研发之前都是这样，多一点少一点，大概应该可以。所以每次都品质不一样。哦，这次很好吃很脆，下次我靠，好尖，后来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？为什么？要称重，水是一样比例嘛。比如说这边水是2公升，嗯，两公升啊，那175，所以要多少？
就很简单嘛，不够再加就好了。啊，这垃圾要先冲啊！为什么要先冲？因为 P 可以把上面的灰尘先冲掉嘛。今天用 M 3来卸哦。对啊，大手笔哦。大手笔哦。好了，我们掰个引擎盖啊，车头就好了。后面我再慢慢弄。哇，先卸要先去。刚才有级别嘞，哇！我们这边都有蜂蜜啊，哈，那个蜜蜂都会在那边飞过去，都有那个大便。那是蜂蜜哦。有啊，我接啊。便便，应该是便便吧？啊，我们吃的蜂蜜是它的口水，它的什么？它的口水哦。是吧？那是燕窝吧？你阿扁。燕窝那是口水吧？你阿扁。燕窝是口水吧？哎，没抽错吧？蜂蜜是便便吗？你搞阿扁，你干嘛唔丢？干嘛怪怪？蜂蜜就是蜂蜜啊，就是他吐出来的，还是他带的，他做的吧？等一下又要被人家嫌说哦，你在卖我没供哦，我给你啊，那你我们不是那什么频道，地理频道 ，Discovery， 白水英文没有，对啊，探索频道，对啊，我只会探索那个人体的奥妙，对对，你知道人在兴奋的时候会哈扩张六倍的是什么？什么瞳孔哦？哎呦，瞳孔，对对对对，不是鼻孔吗？鼻孔不啦，鼻孔不多啊，谁了？其实啊，铁粉啊，白色的车比较明显了、啊，因为这个如果铁粉那有上面真的有铁粉，你也看不出，深色的比较难看到。你的标准加拉碴不？你也像，对啊。可是我不会拉铁粉。拉长这样啊，唰唰。一般来说，最多铁粉的地方会是在哪里？其实哦，粉尘这样上来掉下来，其实只有三块比较多。哪里？就是引擎盖、屋顶、后车厢。对，灰尘往下掉嘛。其实车门的旁边也是上缘比较会而已，因为车是这样嘛，上下这样就圆下去，后面下面就不会了。下面的话变薄油。下面哦，你说轮框那边？对，就是底下嘛，因为你看。点么加拢水拍，你搞鬼的是拢安尼，对吧？铁粉就喷一喷，好，这样子喷好了。啊，还加一个不？加一个露露的洗洗的话，如果铁粉啊，它咬到那个，如果有铁，它会变成类似像，它会一直流下来，有点像紫色这样，它融化，它融化。啊，因为它这个是深色的车，你看不太出来。啊，这台车已经买去啊。泰山买的啊。干，小孩太搞嗨啊！他他们是买了、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至今开播那么久了，永远都洗不动的，啊，不动如山，如泰山，不可怜哎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会等到你的。好，哎、欸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呢，有啊，你看者，有啊，加掉了就变紫色的呀、啊，黑的是有剃晒啊，对啊，粉尘啊，黑龙在加起来，哇，冬啊呼啊，那这个还蛮有用的，铁粉还不错啦。哎，别去管他。如果是人来讲啊，你要化妆前啊，这个就是要把你的粉刺啊什么都弄一弄，哦，对吧？才可以化妆。哇，今天紫色耳机啊，哇。好了。哇。来一身裤啊。专用的布。不是、啊，洗完澡要包起来。有些布啊，反正干的比较不好擦、啊。那它这个好用吗？还不错嘞。哇，这贵了不？我来管哇。哇哇啊！我比较喜欢大的，什么都要大的，这布大条的比较好擦。男人都喜欢嘛，都喜欢大的，喜欢大的车车啊。哇，看到小姐也都喜欢大的，是吧？车头灯要亮，其实蛮有用的，很吸水呢。现在包头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总理阿伟来啊，哇，水母啦！我的哇，这种新的嘞，这一罐啊。可以，如果这样上全车啦，五十台左右。你在冲啊？嗯，我冲台。有跟你讲怎么使用不？他说这个，他这个的硬度还蛮硬的。他建议就是说，哈，大概引擎盖一般呢、啊，这个哈，它跟一般的不一样。一般如果正常是它可以整车擦完的时候再擦。建议就是你如果是引擎盖是分了一半，大概涂抹一半，哦，就先擦掉。哦，它会干掉。对，它干，他说干掉会很硬。哦、如果干掉会硬的话，表示说它的那个抗的会应该会比较久。好、哦、嘞，喂、欸，哎呦，蓝色的，一般这蜡都有味道。你闻，再来闻一下，芳芳，有啊，
啊，这个小心不要被小猫拿去，都是果冻吃的就不好了。刚刚好了，现在要再拍一拍粉底哈、啊，女生那不是很多。就这样擦吧。底妆啊，底妆哦。就是呢。我唔查某，我嘛唔知啊。啊，恁某敢无甲你讲？我化妆。伊有买你伪装啊？天生丽质。哦。没有，没有钱给他买呀、啊。我都帮他打蜡。大姐应该都一样，感觉还蛮好上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画圈圈吗？这样就都有画到啊。呀，安尼鬼，我们这也绕高嘛，所以运圈圈啊。对啊，可是它这个啊，蜡都不管怎样，我都注意黑色的不要去抹到塑料的部分。对，有些比如说材料说可以上，可是我不晓得可不可以上。一般来讲，通常不管什么蜡，我都会把它尽量离它远一点，就是有点距离没关系，因为你在推掉的时候，其实蜡就会过来了。你如果这边有油的算了，你要搓搓是不是吃不掉，也卡了别啊，对，就变成。有些干掉就会这样，类似叫白白的。啊，就高一台车赶快。对。你就要看到科比第三集，第三集嘛。啊，没有第三集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说我拍的第三部啦，哦、第三部、欸。对，是第三集。四集的才几集而已哈。哎、欸，你嘛，你讲你嘛，二十几集啊。二十几集哦。他是说不要太久差啦。好、哦。那、啊、我以为你要拿那个机器。机器？没有啊。因为这个很简单嘛，你去外面的洗车厂自己就可以用了。哦，对啊。可是外面的你不会去单买一个机器在那边用，因为一下子要投十块，又要投十块。哟、嗯，相当别摆哦，对。啊，切的时候，切的时候我就切了。要注意什么呀、啊？注意什么？还好、啊，把它全部擦掉就好了、啊。把它擦掉就好。假设好了，你要记得哈。假设你看啊，如果万一你这样哈，轻擦留着，好。假设你这块没擦到、它到最后会白白的，一刀啪啪的变白起来，翻白的。你就觉得好像，哎、欸，这边怎么刮伤肌不是？你要记得，你看哦，现在越来越硬了，就觉得要用一点力才可以推得掉。嗯、所以他才说建议说不要太久。如果整车的话，你绕一圈回来的时候已经太硬了。那你觉得如何？礼拜的。现在你摸看嘛，你摸看，现在就以为，哈，感觉还不错哦。敢有？有哦。你摸啊，你摸吧，紧，小摸一下。真的。有啊。我看这边。有啊。有差的。有差啊。这摸的话，就感觉你自己真的可以试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唔相信你变灯试看，你就知影啦。我唔甲你骗啦。泰山我的车嘛要用。都是的。阿未买着，阿未买着，头家惊无阿买着。小哥，你已经买啊？看得出来吗？我看一下哈，左右。黄。五。有吧？加吧。五哦。阿要起水哦。咱用倒的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哇，好嘞！哎呦，哇，厉害哦！好，啊这边嘞，因为他原本也是有打过蜡啦，只是应该还是有差，没有，有差、啊哦，这个比较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哇，它的水，它原本也是有打过蜡，分布的比较宽一点。人家只有水珠嘛，啊，家有水痕的哦。哦，对不？哦，对，来，都起者哈，我们这最前二了。刚刚忘记用一条线了。欸、真的有差哎、欸。哇。哎呀、啊。没有。它为什么叫号称水母蜡？它就是会像。像水母一样晶莹剔透，会把色车色会把它显现出来。真的。现在你看，哇，刚才一直照，真的嘞，哇，对啊，拿了马拉松嘞，好，
觉得还不错，泰山你的车可以自己打、啊哦，自己打哦，不是我打哦。哦，可以自己打，可以自己打，没关系。自己打啊，来啊，我都借给你。我们最少要把它完成嘛，对啊。一般来讲，有时候要稍微再拉咬一下，再碰水会比较好啊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它应该还不用、啊。什么东西咬？你说辣吗？啊，一般一样啊。你如果是镀膜也是一样，镀膜的当下啊，怕水。可是过了就好了。你让你看。有啊，你看就知影啦。它比较不会这样，它这边就不会吧？对，它不会有那个水残留在上面。对啊，它就一下就擦掉了。真的，尿擦、啊。尿擦、啊。嗯，很明白。好了，给走哥录一遍。他只有给我强调，就是不要整台车擦完再擦掉，不然切到问题。兄弟啊，你也顶起嘛掉啊？对啊，我刚在擦的时候，在最后就觉得，欸、有一些还蛮硬的，要稍微用力才擦得掉。天气也有差，如果你夏天啊，如果你的动作好、哦、比较慢的人，你可以分成三次，类似这样，多几次应该没关系啊。好啊，你要记得啊，你不要说每次都擦同一块，擦三次又同一块。对对对，也辣，还蛮香的。对啊，香香的。我的管家都靠白切了，我靠固的路来切了。哎，对。所以用一点力稍微推一下。好、啊，记得哈、哦，如果你可以看不到的话，你可以侧面稍微看一下，全部都要擦干净。啊，不然你看啊、哦，假设你就啊认为擦好了，这个没擦到，哦，太阳晒一晒会变白，在白的时候你再推啊，要很用力才把它可以弄得掉。哇，人家不是弄安尼，弹一个什么物件去啊？走哈，泰山有啥物件啊？当无啦，会使等下钱哦、喔。等钱？你要买那个钞票枪有没有？然后喷在上面，它就会，哦、对、哦，它就会。我知道，它就不会卡在上面。不然这样，我去买枪，你帮我放钱。哦，这样好不好？一人出一样，好好不好？我帮你放钱。对，我去买枪，你帮我放钱。哦，今天有差嘞，给做预约嘞。哇，还挺厉害的。对啊，一样嘛，就是整台车就弄一弄。我是这样觉得啦，你在上他、啊、叫女朋友擦也不错，增进哈，增进增进什么？增进什么？增进就是两个的情感嘛，才会越好、啊。不然啊，这老婆啊，这女朋友说你每次洗车洗那么久，但他来擦一次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车是这样顾的。哦，对，就巧哦。有啊、哦，就这样。其实也还好啦，如果擦一块再擦，我觉得哎、欸、也还好啊，还蛮快的啊。只是说以前的习惯可能就会一次涂完一次擦这样。嗯。啊，有些辣啊，就觉得很好上，哇上很快，摸起来差不多，可是耐用度就差了。哦。真的是耐用度，有些很好上啊，上下也都很好看啊。因为老实讲的，你没有去试过，你真的不知道。我就要试一下，明白？可以哦，还可以哦。我们再留一块，不要去擦。那就这样啊，挖一个，又贴一个洞出来。对啊，忘记了。泰山，你看，这 BA 哈。哦、比你其他的大腿较油，你要摸看吗？你是摸过啊？我唔捌摸过，你爱摸啊，所以你爱摸看呀。哈，哎，真正诶。哦，哇，触感是啊，车就是跟他老婆咧，哇，对哇、啊，迄是即卖咱咧，别人会把我难摸啊，哦，对哇、啊，你干嘛摸我的车？啊，好了，就这样，一块。好啊，今天科比传教士传到这边哦。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记得哦，拜拜。啊，如果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哈，可以 Google 一下。啊 ，Google 什么 ？Google 什么？哎，那个昌盛啊，国际，对，找一下，应该就有了。就这是水母蜡啦，好，水母棕榈蜡，就是其实一般都用得到。洗完车上一上，啊，它号称是2个月，应该还不错了。
对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教友寄给我妈试用的。欸，如果错误的话，请对跟我讲一下。对，步骤如果错的话再跟我讲。你这个应该很简单，我就觉得这样就对了，就把它上最后上上去擦掉，就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如果天气热啊，你记得不要太久，白越久越难擦。他说啊，隔壁你骗我，我擦下去擦不起来了，你不是都擦一半对吧？因为天气热，有可能会变缩短时间，对吧？不然这样稍微擦一下，欸，还不错。好，记得哦。哦，拜拜。好，这刀去拿当着啊，啊，敲乒乓球了。哈，乒乓球，好，哈，对吧？姿势100分，姿势还不错，对吧？他赚60块，5块尔，5块是啊，未使，只要五十才开的贵，开了啦，真的，我是讲要拗起来，应该才赚5块尔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